主料，豇豆2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蒜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豇豆洗净切段，油热，入蒜米煸香，倒入豇豆翻炒，不要加水，一直小火煸炒，最后加盐，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一，这个菜用蒜煸锅比放葱花要好吃。二，豇豆入锅后一定要小火慢炒，油要比平时多，所以最好不要放水，一直炒熟为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